今日影片当中讲到这个付钱、缴钱，吼，台语应该叫做立钱。啊，不过我甲念做立钱，嘿。啊，讲到这个钱，敢那嘛是有在讲付钱，敢那拢会使啦，哈。啊，台语嘛是咧博大精深，哈，我会继续拍片。大家好，今仔日要甲你分享的，就是咱台湾人吼，若是甲朋友出去食饭、啉咖啡，也是唱歌，要立钱的时阵，咱拢会啥物 ？AA 制，对不？所以这个 AA 制伫咧韩文当中到底是要怎讲呢？头一个号做 N 邦哈达，哦，甲重新问 N 邦哈达，过来第二个号做더치페이，这就是英文来的。한국사람보다대만사람들이자주더치페이하는데이거문화차이라고생각해요아무것도이한국사람이건허인기시보질의 A 字의식권허나시공기아래시빙유주키아빙유당뜨나시현니회카또아이랑허보통어롱시현니회카또아이랑허치아질의니회카쇠랑자뻥랑아아우지토아나키림가비의시도허여와질의니회카쇠랑허치아질의니회카또아이랑림가비아니아나시공허자보참자보키여会大部分的时阵吼，拢是查甫伫咧立钱，这就是文化的无同啦哈。台湾人咧，那个亲亲骨。